世界上实现了最接近三角钢琴的表现力和触感的立式钢琴阿波罗 3S 系列。那么请看 3S 优越的表现力。通常的立式钢琴是通过踏下弱音踏板，使音锤被推向前方，造成缩短弦到音锤间的距离，达到控制音量的效果。与此相比，三角钢琴通过踏下最左边的弱音踏板，使音锤向右侧微移，减少击弦数量，达到可以表现出柔润的音质。阿波罗 3S 系列钢琴在立式钢琴的基础上，通过推移音锤实现了和三角钢琴同样的表现方法。请看 3S 优越的触感效果。通常的立式钢琴击弦机样板。通常的立式钢琴因构造上的原因，使用弱音踏板时，触感上会感觉到产生一些游离空间，为此连弹效果会大幅降低。与此相比，三角钢琴在使用弱音踏板时，击弦机的状态也不会发生变化，所以能保持纤细的触感。还有，从性质上看，通常的连弹性能也不会改变。阿波罗 3S 系列钢琴既是立式钢琴，又和三角钢琴一样，击弦机的状态不变。从而保持了纤细的触感效果。此外，连弹性能也和三角钢琴一样，和平时没有区别。请看 3S 的连弹性能。普通立式钢琴连弹次数的实验的样子。他公司使用增强连弹次数系统的立式钢琴实验的样子。阿波罗 3S 系列立式钢琴连弹实验的样子。如上所述，阿波罗 3S 系列立式钢琴实现了和三角钢琴同等的13次最大击弦次数。
グランドピアノのアクションに魅せられて、同じような機能を持つアップライトピアノができないものかと、頭の中はそのことでいっぱいでした。図面上一本の線を引くのに 0.1 秒で弾ける線もあれば、3日経ってもあるいは10日経っても決定できない線もありました。このような状態に置かれて初めて新しいものが誕生するのです。こうして昭和58年に問題をすべて解決し、3S を誕生させました。その後、ソステヌート機能を追加され、現在も 3S は進化し続けております。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中，通过不间断的质量提高和开发研究的结果，超越了每秒最大击弦次数11次的界限，终于实现了和三角钢琴相同的最大击弦次数13次的目标。能够充分满足您的感知，阿波罗 3S 系列是世界上实现了最接近三角钢琴的表现力和触感的历史钢琴。真诚希望您能亲身体验。